样的性质，一样的墨水。不太一样。都要钢化和烧了吧？加钢化烧都是高温墨水，但是不太一样工艺。我们是先预热，然后打印完就干了。没有预热。但是还能去钢化和烧吧？对，反正还是要。工艺上有点区别。上回他们是发墨了吧？打完了还没干，我回来对，他打完要晾干很久。打完了，他应该直接进钢化炉吧？是吧？对对对。你们这个马上也下一道工序就进。